所以这个九观呢，我们补充一下说明，就是你破淫欲的九想九想观，这、就是印光大师说的，其实也是一种修观了，啊啊，这个新思想的印光大师在《寿康宝鉴》里面讲，新思想是第一关，就你观刚刚死掉的人，他。 已经死掉，脸色苍白，寒气彻骨，什么都不知道了，一无所知了。这个人本来是很好色的，可是，一死掉以后，请问一下，好色到哪里去了呢？他不是很好色吗？他不是很好毒吗？他死在前面的时候，请问一下，那个好色好毒到哪去了呢？你如果去想第一个，你死掉的时候也是躺在那边的时候，你去想看看。 你你如果没有长期住赁，你都不知道啊。像我长期住赁，我都到第二殡仪馆呐。有一次我住赁我们那个警政署督察署主任万善北，啊，他老婆看他先生躺在那个那个万善北，就是我们警政署督察室主任的三线三颗星呢，这也是高官呢、啊，躺在死死的时候，躺在那个冰库那个那个铁也也。也 也算是铁床了哈，因为它是一个箱子，里面是空的，尸体摆上去，四边都是不锈钢铁。哈哈，你再有钱，只有那一块而已。啊，你生前坐那个华格的沙发的，美国的席梦思的高级床的、啊、到那边都一样，铁板一块，铁板一块。我们那个万主任的太太呀、啊，夫人呢、啊？ 一看到万堂在那，啊，我不要活了，我要死了！我就跟他说：“哎呀，那他他那个是躯壳躺在里面，他魂已经出去的了啦，他神是已经出去了，他就是要死要活的。”后来我没有办法，我说：“好，那我陪你进去啊。”哦，我看他们这样也是很可怜。那时候晚上凌晨大概是五点了。 在台北市新泰路第二殡仪馆，我拿着眼镜，阿弥陀佛，我看那个旁边广那个招牌写“本质冷冻五百五十斤大体”，哦，五百五十根躺在里面啦、啊。然后呢，我就仰仗这个佛话，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慢慢走进去，没有系啊，就一心念佛了。 在观想，你会想哦，旁边很多死人哦，那那那那你佛就练不专心了，我就没有管旁边五百五十个人在看呐、啊，我就念佛，其实他们五十五百五十个都躺在那边了，哈哈，就到那个万主任那个要躺下去那个冰柜里面拖出来，里面空空的，把尸体一进去，再缓缓的推进去，咔嚓关起来，人生到此结束。 你要心思想第一呀、啊，第二亲你想，一亲呢、啊，这脸上啊都有那个黑一块、青一块的这些，呃，这个尸体啊变成青紫色的，很可怕啊！啊你说再美丽的美美女啊，到这个时候呢，花容失色，整个这个眼睛这个地方、啊、都变成黑眼圈了，你看你就吓跑了。 啊！以前都想要抱他，觉得我、哦、不敢、不敢、不敢抱他了。心里想：第三，龙是想你看他哦，鼻孔流血，嘴巴流血啊！死去的人开始腐的时，候血会流出来，然后龙水会跑出来，肠胃都开始烂掉了。你想到这个、哦？ 这个生前是一个风流英俊的男仲啊，国色天香的美女，这个时候都没有了啊！龙血响，第四个啊，酱汁响，第四，黄水流出来，臭不可闻，这个尸臭味就飘出来了啊！以前都是擦化骨香水，现在都臭尸味都出来，尸体的味道出来。 降之相，第四关，第五关，虫蛋响那个身上的这个腐烂的尸体呀、啊，遍体生虫，到处钻啃，啊，整个身体都被啃啃的、啊、密密麻麻的。这个时候啊，啊，就算是夫妻和美之身啊啊，也不敢这样多看一眼。虫蛋响第五啊，第六。 金蝉响啊，就想到这个身体烂掉以后啊，龙珠流出去就只剩下骨头而已啊。就像绳子捆捆上那个木材木材一样啊，啊，金蝉响啊，啊，这个偷香窃意的邪淫之身呢、啊，将来必然也是这样啊。第七，骨善香。 关这个史书呢？后来整个书体都败坏了，剩下一大堆一一堆骨头而已。烧焦响，最后尸体送到火葬场，全部烧掉，变成一个尘土。第九，枯骨响。如果埋在枯骨，埋在荒郊野外，日晒雨淋，啊，最后动物去残践踏，变成枯一堆枯骨。 就九观想，啊。那最后呢，我就回到我们这个刚才跟各位报告，今天都是讲心，所以我们必须啊要来了解心啊。刚才把这些道理都讲出来，我们现在讲事，我们就讲一个公案，禅宗的公案叫梅子怎么守的。 啊！我把这个公案的原文念一遍：明州大梅山法常禅师出参大吉，大吉就是马祖，马祖禅师问如何是佛？大吉云：即心即佛。师即大悟。大吉闻师住山，乃令一声道问云：和尚见马师得个什么？便住楚山。师云：马师向我道。 即心即佛，我便向这里住。生云：马师今日佛法又北，师云：做什么生北？生云：今日又到灰心灰佛。师云：这老汉惑乱人，未有了日。任主灰心灰佛，我只管即心即佛。其生回，几世马子，主云：大众。 梅子所也，这段非常的精彩哈、啊，出自《景德传登录》剑七。好，我把我把这段稍微解释一下白话哈、哦。这个公案是讲马祖的弟子明州大梅山法常禅师的一个故事。法常禅师第一次到马祖门下，向他求法，如果是火，马子告诉他即心即佛。法常禅师马上顿悟。 开悟了，后来他就离开马祖了，到大梅山开法度众生去了。马祖听说法藏禅师已经开山了，就派那个出家众去大梅山向法藏禅师试探虚实。僧人到了大梅山便问了、啊，其实和尚，你曾经参访过马祖禅师是吗？” 你在马祖门下究竟得到什么呢？才会到这里来开山传达佛法呢？法常禅师回答说啦：“因为马祖禅师像我说了，即心即佛了，我就到这里开山了。”这个僧人又告诉法常禅师了：“你可知道吗？马祖禅师最近说了佛法又不一样了。”法常禅师是说问：“怎么个不一样呢？”僧人就说了。 僧人就回答法常禅师：“了，最近马祖禅师又改口了，灰心灰佛了。”法常禅师听了以后，哈，给了一个皮理，这个老头真是会迷惑人呢、啊！要到哪一天才不迷惑人呢？管他什么灰心灰佛，我只管他即心即佛。这个僧人回到马祖门下，告诉马祖啊。 他到大梅山见了法藏禅师，法禅师就这样的跟他讲了。因此马祖就宣布说：“大壮啊，你们知道吗？梅子已经熟了。为什么叫梅子呢？梅子本来是酸酸的、啊，他开悟了、啊、就熟了、啊。但是也有一个要法，是因为他怎么？他住在大梅山呢？法禅禅住大梅山。以前的禅师，他住在那个山，就以他的这个山做做做他的名字啊，所以他说梅子熟了，就是。” 大梅山那个法藏禅师已经开悟了啦，这个意思啦，好，这个机锋不在字面。这段公案非常有名，这禅宗的公案。法藏禅师听到马祖说“即星即我就开悟了，然后自己就做师傅去接引众生了。那马祖禅师想要去试探法禅禅师到底开悟到什么程度，就派了一个弟子告诉他说。 上次讲即心即佛，你开悟了。现在可是讲灰心灰火呢、啊？他要看法禅师有什么反应了。法禅师不为所动了，说：“哦，管他什么灰心灰火，我听的是这一句即心即佛啊，所以我不管他了。”因此马，马马祖禅师听了以后就赞叹说：“梅子熟了。”意思是说，大梅山的法禅禅师已经成熟了，可以做禅师了。禅师是这样。 禅师是这样做出来的，是要悟出来的嘞，才叫禅师呢。听到“即心即佛”就能开悟，那“非心非佛”就觉得是祸乱人、迷惑人。那么，我们先来探讨“即心即佛”“非心非佛”这两句话究竟哪个才对呢？这是个大问题。啊，依禅法来说，“即心即佛”是错的。 哦，非心非佛是对的，为什么？这个是禅宗的禅机哦。那是心是佛啊？怎么是即心即是错的呢？因为你本来是佛啊，那佛也没办法说啊。无知亦无得，亦无所得故，菩提萨埵、啊。你不能说我有一个佛心，这也不能说即心即佛啊，那非心非佛呢？ 因为真如自信呢、啊，你言说像你心莲像你名字像，啊，以开悟的经验来说，因人而异。听到即心即佛，可能开悟；听到非心非佛，也有可能开悟。这跟开悟本身并无一定的关系。不是说即心即佛听了就会开悟，那没有听了就不会开。不是，有人听到即心即佛也会开悟。 有人听到“灰心肺腑也会开悟，说“即心即佛”是就是开悟吗？不一定。比如说，我现在讲了这半天，都讲“即心即佛”，大家开悟了吗？我们也练“即心即佛”啊，可是我们有开悟吗？但是法常才是确实，因为听到“即心即佛”就开悟了。他悟的是什么？他悟的是“即心即佛”吗？错。 他悟了，不是几经几火，只是听到这一句话而开悟。为什么？因缘际会到这个地方，他突然顿脱，他气入了。他不是因为几经几火才开悟的，他是刚好在那个时候脱落。所以不要认为开悟就是悟得几经几火这个道理。各位这样听懂吗？那么非心非佛呢，又有错吗？ 如果有人听到这句话开悟，那是因为这句话帮助他开悟，他是个缘，并是并不是因为他懂得灰心灰火这句话开悟的各位这样明白吗？或者说是他悟了灰心灰佛，这句话的道理，这个观念我们要搞清楚啊。所以开悟跟文字的字面关系没有一定的没有一定的关系。 但也是有关系，他刚好六祖大师当时挑柴到客栈，那个客人刚好送金刚经，送呢，一无所住啊生其心，他豁然顿悟，开悟了。到这个地方，我们来讨论一下。 六大师是因为他看他读《金刚经》开悟的吗？不是啊，不然换成你练，你挑木材一百次到饭店、到客栈，你会开悟吗？那我现在叫一个人在很表哎，我一样在饭店练一百遍的《金刚经》，你调一个人，你叫一个人挑木材挑一百遍到客栈的，你问他开不开悟？不会开悟的，道理是一样的啊。但是没有那个那个客人读《金刚经》。 就但是也不见得，他可能会会在另外一个十几一年开悟，但是就在那么一刹那，因为他听他诵了一无所知，我已经开悟了。所以，开悟与文字没有一定的关系，但也是有关系。所谓没有一定的关系，就是说悟并不是悟那句话的意思，但的确是因为那句话而开悟。 就好像说，有人看到树上桃花而开悟，看到桃花开，桃花开了开悟，他的悟境是什么？悟得桃花开吗？不是，是因为看到桃花开了，他就当下也就顿悟了。就像虚云老和尚啊，他在打禅期的时候，中间在在这个放香的时候要喝茶。 那禅师啊，禅客就来倒茶了。那杯子放在上面呢，他手上拿着，那茶就倒下去的结果没有倒准，以后热水烫在去脑上的的的那个手上，那杯子都咚掉下去了，破掉了。啊，禅客来倒开水，好烫，一不小心茶杯掉在地上，嘣，打破了。气韵大师因此开悟啊。 那虚脑上是因为那个倒茶才开悟吗？倒热水才开悟吗？不然你坐在那边，为什么旁边那个没有开悟呢？他也是喝茶，他没开悟啊。以许在旁边那个人，也有茶杯掉下来，他也没开悟啊。是不是虚脑上悟净，就是那个茶杯打破了吗？当然不是啊。若茶杯打破就能开悟？ 那我给你一个茶杯，你打看看，你开不开悟？在这边我补充一下，去脑上那个开悟的那个记字。杯子不落地，响声明历历，虚空粉碎，狂心当下喜这个杯子打下去，谁听到那个不落一的声音呢？我的文信嘛，本来的面目嘛。 听得很清楚，响声明利利啊！那个杯子还没有落地前，我的文性也在起作用。杯子落地以后，我也听得很清楚，响声明利利啊！就算那个茶杯没打破，我也是听得很清楚啊！响声明利利啊！这一个见性见到了虚空混碎啊，我知法知破了。 虚空滚碎，狂心当下歇，狂心歇，歇即菩提啊！当下还妄归真啊。再来，烫着手打碎杯，被家破人亡已然开。春到花香处处秀，山河大地是如来啊！这见了自信了。手机烫到，水烫到，怎么知道的？我心知道。 我的真的知音知道，我的见闻觉知知道，烫着手打碎杯啊。把我这个执着打破了，把我这个我字打破了，把我这个法子打破了，再把我根本无品打破了，不是破那个杯子啊，杯子只是一个圆呐、啊，把我的我字法子根本无名打破了，打破又怎么样？家破人亡已然开，这个境界向谁说呢？ 这个烦恼家，这个世俗家，这个四大五阴的色身家，打破了家破人亡，已然开啊！一法不利，那个境界，要向谁说呢？啊！春到花香，一到那个境界的时候，春到花香处处秀啊！一草一木都是见如来啊，一叶一如来啊！ 一发一世界，这个境界只有他正住人才知道啊，不足为外人道啊，讲也讲不出来，说也说不得。心心处昧，言里道断啊，春到花香，处处秀啊。三河大地全入法王身啊，三河大地是如来啊。所以祖师开悟的经验，并非就是悟的那个东西啊。 可是，当机缘成熟的，他的心被一波一点，突然间开悟了。不是因为那句话或那个动作，或那个现象使他开悟，而是因为参禅用功念佛的人，已经用功到这个程度，达到火候了。遇到这个情况，在他面前发生了，他就开悟了。这是禅的境，禅的悟境。 曾经有一个事情发生在台北市，一桩车祸，有一男一女两个人骑摩托车在慢车道上行驶，结果摩托车倒下来，两个人的头颅被大卡车压碎了，不见了，只剩下身体，惨不忍睹。大卡车谁开的不知道，已经开走了。听起来真可怜，也很可怕。啊，这个公案是。 我们尊敬的圣人法师说出来的，怎么会发生这个事呢？这跟开悟好像没有什么关系。可是为什么讲为什么讲这个案子呢？它也是一个无头公案，并不是因为骑摩托车而掉下头来，也不是因为骑摩托车在慢车道上行走头才会掉下来，更不是因为卡车经过头才会掉下来。 就是因为正好碰着巧，碰到一起，头就掉下来被压碎了。我们不能说从此以后不能有一男一女骑摩托车，车在慢车道行驶也不行，否则头就会可能被卡车压到。每天的车祸案子层出不穷，各有各的车祸，也各有各种的死亡情况。开悟也是一样。 开悟也是一样啊，不过开悟的人并没有像如今发生错误的案子这么多，每天几乎都有人因错误而死亡。切会听说每天几乎都有人因参禅而开悟，所以这里说即心即佛，非心非佛，并不是这两句话有什么古怪或魔术。即心即佛，使法常禅师开悟。 是因为法常禅师见了马祖禅师，马祖禅师说了这句话。若不是法常禅师见到马祖禅师，当时也不会有人因为马祖说这句话而开悟。恰到好处，在这个时间说这样的话，这个人就开悟了。 当然，马祖大师能够示得什么根基的人，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，该说什么话，就能让他得到开悟的消息，也就是三十七念里面，你们各位常念的，还有个消息也无。消息是什么意思？你见到了吗？你气会了吗？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，即心即佛，灰心灰火，我就没有办法再继续补充下去。所以我说是，有时候讲到会意犹未尽。 很可惜，时间都不够我用，啊！但是最后呢，我总要做一个一分钟、一分钟的总结，啊！最后要信心十足。我简单讲一下，大梅山法展禅师听到“即心即佛”而、哦、开悟，各位现在也听到了，然后你们听到以后却没有开悟，那么就是说“即心即佛”这句话对你们来讲，能不能立即开悟？ 完全没有用，但也并不等于是四纪会画，马祖禅师去考验法藏禅师，是用灰心灰佛来考验他。结果法禅禅师说：“管他什么灰心灰佛，我只知道即心即佛，什么意思？这是什么意思？这表示法禅禅师执着吗？老老执着，他听到这句即心激佛吗？不是。” 请各位不要中圈套。如果他执着这句话，能算开悟吗？其实他是以平常心来处理这一个考验。同样，我这样做一个总结：你相信你老和尚刚刚开始的，你用真心，不用妄心；你相信三界唯心，万法唯识，你用这一个心去念佛阿弥陀，把所有八万四千烦恼都把它炼掉。 把无量无边的烦恼都把它练掉，别人讲什么法门，你通通不要听，你只要这样老实的练下去，总有一天，你到火候到的时候，你听到人家砍一个木材，嘣拖地，你看到茶杯破掉了，你当下跟洗脑这样开悟了，你功夫成片了，你事业心不乱了，你离心不乱了，你往生就有把握了。 你就拿到极乐世界的入场券了，啊！别人跟你讲什么，你都不要信，啊！你只信这句阿弥陀佛，这句佛可能带你到极乐的彼岸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我今天呢，因为时间关系，不能够好好把这个梅子所的这个公文把它发挥完。等下次有一年，我再继续把它讲完整一点。